等一下，不能喝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汤里面下了药。娘娘，您怎能如此污蔑我呢？您若是不洗，这甜汤我倒了便是。那你倒啊，我看着你倒。怎么不倒呀？我帮你。哎，娘娘，一碗甜汤而已。我都说了里面下了药了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放手。你放手。你先放。放手。愣着干嘛呀？送娘娘回房。哎，娘娘，哎，放手。你先放。哎，嫂嫂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快快快快，放手。怎么了这是？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娘娘刚了。都别动！没事儿，这不是闹吗？哎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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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老周，快叫老周！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都一直盼久了，想出法子了吗？啊！哎，他夫人也没中毒啊，就是扎针后身体僵硬，着急成这样。那你说的这般凶险，还叫他同他夫人多讲讲话，这人也该醒了吧？你就看他那样杀人的架势，你还管人行不行？不给他找点事儿干，咱们哪有时间逃命啊？对对对，哎，无药箱呢？哪里什么药箱啊？萧少爷，要不然让奴婢给主子换个衣裳吧。